张兆志来诊断爱情真的有救吗？他曾经是电视节目的制作人，我就是他节目出道的。我人生中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他制作的《超级旁门左道》，而这个节目《超级旁门左道》也是他现在演艺生涯的写照。我要帮舅舅哥讲话，就是呢，舅舅哥，你真的不用那么辛苦啊，因为你的老婆真的比你红很多，你可以先休息了，谢谢。哇，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赞美，谢谢你。哇，大家都在捧，我真的要讲几句话。结了婚有什么了不起？婚姻幸福有什么了不起？老婆漂亮有什么了不起？每天到晚在那边拽个二五八万的样子，摆那一副很拽的表情，我就是在说杨森达啦。我希望今天白队的言论啊，都可以像杨森达的肉夹馍一样有厚度一点，谢谢大家。